知名潮流杂志这次特别与意式冰淇淋合作，推出限定联名口味冰品，更邀来摇滚乐团 MP 魔幻力量一同出席。现场也来了混血模特儿喂食冰淇淋，让他们除了嘴巴在吃，眼睛也大吃冰淇淋呢。快问团员的福利啊，等一下。不过怎么只有团长凯凯有这个福利呢？此时婷婷有些微言咯。其实平常主唱们都有这种福利，有到门吗？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福利咯？为了发片他们也勤健身，希望能拍出好照片，可以寄那个射收之后再有一个就是让大家都很喜欢的舞蹈。凯凯也再度成为被攻击的对象，不过团员可是很一致推荐谷谷的身材呢。这样都不会去找凯凯，你给他辩解一下，我辩解。好，没人给你辩解。这个礼拜二我才跟谷谷去上那个拳击有氧。哎呦，然后我拜托，对啊。可是你有办法协调吗？是可以。没有，我想知道你下一堂的拳击有氧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明年的。他有 po 一些比较私人的健身照，在我们自己可以看到的地方。他po他的微信，对腹肌蛮有看头的。